这是配着药噻，这嘟噜嘴了从哪弄啊？闭着的。哦。 李春雨有一手，在脖子身上喷，脖子身上喷，看看穿的干净点儿的，是吧？这皮膏是吧？穿干净那种的那家伙，你看干净是吧？小皮鞋，小白褂，都差个大白褂。一会儿这儿尖头儿掉的，光着尖头儿的，光着尖头儿的，哎呀，光着。 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我不穿了，干啥呀？这是这叫什么？这叫啊，治疗小气球啊！啊啊！戴了口罩，为什么要戴口罩？因为这绿啊，它这个咱们李春雨知道。咚咚，在擦美国的同时啊，它会往外喷喷那个鼻涕啊，简简单单的一个小妙招啊，可以防止。 碰到身上，特别简单。啊，您上新疆去了？啊，照了这个，照了这个，看你看，你看都看的，照了，照了这么。回来了，姑娘。带着分儿，带口罩的，回来了，带着分儿，带口罩的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你回来了。领导买驴，都回来了。这位这到的嘛呀？为什么？这灌的嘛呀？中药。 里边有嘛成分呢？这位就是。李医生，里边有嘛成分呢？长春丸。长春丸。来，我有的吓坏了吧？你鸡巴了，都那成分。你干什么？ 快点！挂了吧，挂了不了。打了。用水冲一下，把里边那个药渣都让它能进入胃中。 嗯嗯嗯，哎呀，我操！我操！跟鸡巴一样，哈哈哈哈哈。